梦幻乐园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开抽怎么抽？按哪一个活动吗？抽十次要450，我真的不敢抽哎、欸。我先开抽了啦，你看5600，好不好？5600可以中吗？今天阿亮加油，我抽了快50000，这是假的啦，你是吓我是不是？50000是啥小？5000很难是不是？可以啦，财神到！我先免费抽是不是？好，先免费抽。没有声音哦，抽奖没有声音怎么行？我先去找一下 BGM。来了，十抽，5条鱼，这样有中吗？1条鱼。哎，啊！做什么？没事。十抽，没中。十抽，没中。完蛋了，好飞啊！三个东西可以去换免费抽奖。靠那个 Zack 赛，给他穿出去了，好不好？用30个奖励免费抽60次，是不是？赛道鱼，鱼爆！那我按这个许愿吗？要。哎，对，我刚许愿过一次啊。他是许愿，然后右边抽爱你，哦，直接中，对，好，直接下单一条鱼就中了，啊，麦当劳，哎呦，命中爱你，3条鱼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抽吗？开抽，中啊！单抽奖，十抽命中，完蛋了，十抽命中，别惨，十抽。哎、欸，中了，有差一条，差一条而已，抽奖历史直接命中，快速选择，用30个奖励免费出去10次，要念什么？那先 Google 一下，要念什么抽奖会比较容易中？实用魔法咒语大全，有心则灵，来，我看他抽奖咒语要抽什么？昨天抽 PD。抽奖的时候大喊一个密码，抽之前大喊福建烤老鼠，福建烤老鼠，我不知道他写的、啊、哦，有咒语大全，友情提醒，因以下咒语期间不得妄语，不得吃葱蒜，包括洋葱，不得吃肉，不杀生，先念个108遍，安玛尼巴咪蹦，安妈咪巴咪碰，安妈咪巴咪碰，好撩嘞呀！安妈咪巴咪碰，
是不是插一条鱼最难呐、啊？插一条鱼是最难的时候吗？啊，对，对，就是要抽，就是要播这首歌《珍珠美人鱼》的配乐，《七彩的微风》。金银招来鼠来宝，金银招财鼠来宝。像在黎明前夕传来优美的旋律，中了，记忆里最美丽最动人的美，七彩的微风，我看他怎么唱。展翅高飞，尽情遨游，爱上东方蓝色天空，像鸟儿自由是我所追求。抽了四千把还三千多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余文唱。爱的坚持加上信念，生命从此。我跟你讲哦，要抽鱼就是要播《珍珠美人鱼》。嗯，确实，确实啊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属牛的就是不一样。白痴，我刚才念风八妹。开玩笑。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在 Google 啊。你刚刚看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这边你看我这个浏览页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说在念的时候不得妄语，虔诚，太虔诚，各位。我这样是金大相机吃的薯条。金大相机吃，完全知道啊。真正命中的咒语是福建烤老鼠，是不是？怎么玩呢、啊？艾莉怎么玩呢、啊？我怎么知道、欸？哎，一的魔法，一二三四。我下面那个魔力是什么意思啊？第四下会打一个震伤。那时候我看两刀就满了。哦，没有。啊，我下面那个什么？你知道我说的吗？下面。哦。我技能打中人可以干嘛？可以开二技哦。对，会可以多一个二技的能量。他现在二技要消耗一个能量。哦，安内哦，大招跟一技能可以多一个二技。所以我最多就是开三个二技，对不对？哦，大招可以拿两个二技哦，可以开五个二，就是先对啊，先除两个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二，再大，再二二二，技王结果爆炸。二大，对，然后二二二，哦哦，理解理解理解，龙条尽量用完再去吃技能，拿位。哦，每次开二技都可以，快快来！哦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！装备怎么买啊？半场吧。